又一个陌生的字，看一下哦，怎么念？哦，圆哦，菜园真安安，谢生良安安，小马安安，乔治安安，哇！变装备，现在无聊来打这个东西啊。凑满50只，頑張っちゃうわよ。贝贝安 ，R U B Y N N B R N A N N N， 啊，留着，留着。温柔安安，啊，等一下加野团打一打好了，有点懒得自己打任务了，现在就是在猛刷魔物，我刷50只会有称号可以拿。玩于敏吗？安安，你怎么念柯南吗？安安，流鼻水。
对啊，赞啊，分享啊，都会通知，所以我那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这个是点赞还是点分享，然后那时候就一概的讲说感谢分享，乱讲，哎呦。停！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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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，我左岸到了。这种感谢 FB 没给我黄标，干黄标屁事啊！我是没听过 FB 会给黄标啦。有啊有啊，然后后面才看到有一个写 like。可以抓了、欸。没有，那是之后才看到那个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在 FB 直播？哦 ，YT 直播啊，我就在 FB 签约啊。我很早以前 YT 就已经有讲了啊 ，YT 有影片啊。
金刚，嗯，金安安。有啊，像这个写个这边写个 like 我就看得懂了 啊那时候是没有看到，那时候有人帮我分享，有人点赞，然后一大堆通知跳出来，我都一律这样讲啊。因为那时候在玩游戏，也没有注意到太多。李希画吗？嗯嗯嗯嗯嗯嗯。你是刚用打完飞雷龙的新手，还行啊，飞雷龙你打得完，后面也好过一点。你是拿什么武器啊？因为会推荐新手去打飞雷龙的啊，不是，你们现在如果是用防卫者的话，那不用打了，因为以前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是狂刷飞雷龙。来去找东西打，驯龙，那就打驯龙。现在就是一直打新魔物臭无十只，然后有称号拿。哦，手痛。吃个饭。冬雨安安。反而是想把那個空岛的地图打开来再来玩一下，可是后来想想，啊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玩？还剩什么东西可以玩？因为地狱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剩中介，啊，中介就顶多盖个安德塔而已，啊，又没有东西了，又没目标了。你用斩吉斧啊？所以是防卫者的斩吉斧吗？你有买冰原世界吗？你有买冰原吗？